梁國雄議員，特首你好，你好糟糕，你好糊塗。梁國雄議員，嚇、啊，請你提出你的。我有時真係忍唔住叫喎。聽到你咁嘅答案，我提醒議員發言嘅時候不得冒犯行政長官，請你繼續。糟糕啫喎、糟糕 fair comment 喎、喂，糟糕啫喎，又唔係叫佢去行街街。如果你再嗱，主席直接提出你問題咧，唔好講啦。特首對我唔公道啊！我想去佢嗰度，佢就唔請我去。而家佢被逼俾我問佢啊，哥，真係忍唔住要笑啊！而家忍唔住要叫啊！你有冇咁冇禮貌嘅特首啊？唔俾面你，我係議員，佢唔請我去。梁國雄議員，你依然仲係哦，知道嗱，特首呢、這個啊六八九係嘛 ？OK， 特首六八九啦。嗱，有啲記者就問我對你會點，我好公道嘅，我話對阿梁生好公道嘅，你唔使驚，呢度唔係戰場，唔使報警。嗱，我今日真係好公道嘅，我全部都係問追問嘅問題啫。就不問你真正的問題。喂，大佬，你講咗冇做冇，講咗當做。梁議員，請你提出你的問題。我俾選擇題佢，你最隔最最易嗰題答嗰題。我問你呢個處女島公司，你又唔答，即係你間處女島公司做咩生意嘅又唔答。UGL 人哋問你又唔答，有冇申報都唔答。一年之前。本應你應該答 UGL 嗰件事，你嚟到咧就講。啊，梁國雄議員，外國勢力顏色革命有證據，適當時候會公布。而家過咗一年，跟住全民退保，我就代啲老人家追數嘅，就三年標準工時啊，代陳婉嫻議員追數嘅，又係三年。你答啊，你自己解一題容易啲嘅答啦。梁國雄追唔曬啊，哥。喂，主席。我做咗咁多年議員，追咗佢五個問題，喺度又唔答，出去又唔答，書面答咗喎，書面答咗，你不如一個公仔嚟呢度啦，讀個公仔啦。提咗你問題啦。書面答咗。梁國雄議員，有個梁振英公仔喺度咪得咯？梁國雄議員，係立即停止發言。唔係，我再重複一次，我聽唔到。UGL 你嗰間 BVI 公司，外國勢力顏色革命。梁國雄議員，你話適當時候公布，全民退保三年，未有時間表。標準工時需要重複啦。陳婉嫻唔係佢聽唔曬五項選擇。你已經發言講咗。OK， 差唔多。五項選擇，請你坐低。你揀一題嚟答。梁國雄議員立即坐低，停止發言。行政長官，陳偉業議員，請你放低你嗰、那個。放低你嗰個標語牌。主席剛才佢提嗰幾條，我數唔到係咪五條啦。事實上，我同特區政府嘅同事咧，都經常喺立法會同埋向全社會係解答嘅。講緊嘛，喂，咁都得？佢而家即係冇答喎，一個官員嚟到冇禮貌要趕走喎。梁國雄議員，喂，我哋可以趕走一個人嚟到，鬥成30萬，我問一個問題都答唔到。喂，馮偉剛都有都十幾萬咋，都要答啊哥。五題揀一題喎，梁國雄已經違反咗我哋質詢嘅規定，請你坐低。喂，主席，咁啊唔得啦，我要送個鐘俾佢啦，哥。梁國雄議員，梁國雄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，立即離開會議廳。陳偉業議員、陳志全議員立即離開。梁國雄議員、陳偉業議員、陳志全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。黃毓民議員，黃毓民議員，請你唔好喺個座位嗰度高聲呼叫。